好，我们来画经纬。这是经纬啊，这也是经纬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利用经纬这个缠绕图案呢，所延伸创作的凤梨。那为什么会画凤梨呢？因为看到这个经纬，我觉得它跟凤梨的画法，还有凤梨的造型很接近。那因为呢，小时候家里有一段时间呢，都是在种凤梨啊，所以对凤梨呢特别有感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画一个经纬的基本型。好，首先呢，用 HB，稍微点个点哈，不点也是没有关系，都可以。好，那也可以呢，直接就来画这个经纬。经纬呢，可以从交叉线开始，可以任意的交叉。那有了这个基本型之后呢，就可以来画经纬了。它的方式就是重复跟反复。好，这样就是一个经纬。那你可以任意的转动一个你喜欢的方向，也可以原来的方向，像这个可以是原来的方向。这边呢，我打算换一个方向。然后这边呢，也可以改变。画缠绕画呢，一开始会比较急，所以我们在画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放轻松，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，然后开始来画。像这边就可以自己给它补线。随顺自己的心意，让我们的直觉去掌控大局，让手带着笔，哦，这个也是。经纬，好，这边就有一点变化了。画几个都可以，一个也行。两条线也行，好，像这一个，可以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就是一个经纬，可以再把它延伸，好，这是黑白的，也就是圆形的经纬。很轻松，很安定，你就能够很容易的
到冥想的境界，也就能够一心不乱。要如何一心不乱呢？就是安住在缠绕画的一笔一画当中，随顺比意，让你的直觉去掌控这整个大局。好，这个是黑色的部分，那我先示范它的阴影的画法。阴影的画法呢，就是也其实就是很任意的，也可以有秩序的都画在同一边，或者是像这样子画在对角的地方。再用纸笔把它由深的区域往外延伸，这样子呢就会形成明暗变化的空间感，立体感呢就马上浮现出来了。画缠绕画呢，除了追求美之外呢，就是借由这样一笔一画的过程当中呢，让你能够到达所谓的当下，守住当下。所以有人问什么是禅，禅有人说禅就是守在当下，但是一般人要守在当下很难，常常不是想过去就是担心未来，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这样子，这种明暗的经纬就制造出一个空间感来了。好，那为什么只画一边呢？因为另外一边呢，我要示范这个用陶器弯色一比一的笔头。好，再来延伸创作不一样的经纬。做这样子的一个分割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来画经纬了。这是我涂色的方法。
就是黑白，还有单色，黑色其实也是单色。那这个一个黑色，一个绿色，就变成两个颜色。整个放轻松，接着画线条。接着一笔一画，亲近我们的内心，所以禅就是佛的心，要怎么样才能像佛说的？我们皆有本具的佛性，只因为妄想、执着、迷惑，所以我们因为这一些贪嗔痴的无明，而没有办法看到事情的真相。那其实现在的科学为什么会那么发达？其实这就是佛所谓的智慧，所以当我们很清楚的让自己的心念沉静下来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很自然的，就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。像这个，我们以为它是凹进去的，其实就是因为视觉，从缠绕画当中就可以体察到，原来其实眼睛是可以画出空间的。我们透过观察，去临摹大自然的万事万物，也透过观察去学习自然。所以，我们从学习跟模仿当中，也学习如何去看清楚每个大自然它特有的样貌。
所以缠绕花，除了让我们的心清净安定之外呢，也培养我们的耐心。这个去查哦，这个英文的原意是西语，好奇怪哦，所以不管，经纬还蛮好听的，就叫经纬。那画好以后呢，就签全名。7号写错了，然后画一张图好了。这个还没好，还没画阴影呢。好，另外一只陶器玩色，它的笔头是方的，好，所以它这样子画的时候是细的。当它改变个方向这样画，是粗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方向。我们试试看。啊，所以我的笔是没有改变，只改变纸的方向。所以画缠绕画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，其实很多事情，就是由反复重复，所以一生无量，无量一生。好像这个缠绕画呢。就是全部由反复的经纬所构成的。那我们在过程当中呢，无意识的变化，就可以制造出视觉上各种无法意料的这样子的视觉感出来。所以我们很容易。杯弓蛇影，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定是真的。可是像这个虚幻的空间，看起来很困难、很繁复，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笔一画，所勾勒出来的，只要我们安下心神，一笔一画，
就可以制造出这样子的空间了。这一切其实都是因缘，因缘呢，它能够成就一切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能给周遭的人一些因缘，制造机会，却是无量功德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时时结善缘，制造机缘。接着呢，我用大张的纸砖，好，来画这个凤梨。我刚有提到，我家曾经有一块凤梨田，那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呢刚退休。他们退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好好的耕耘，他们的心愿呢是要种出呢很甜的凤梨，所以他们请教很多朋友，就是在种凤梨的达人，请教怎么样才可以把凤梨呢种得很甜。而我也从当中呢学习到了很多。种凤梨真的很辛苦，讲到种凤梨的辛苦哦，所以啊，种凤梨最开心的应该就是人家夸你的凤梨很甜，很好吃。哎，伤了心耶，怎么说耶？
应该就是说，妈妈在跟我讲说种凤梨她的心得，但是她很担心凤梨不甜，所以啊，除了要去除草之外，最重要就是还去崩翁奶，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做崩。总之就是说要用报纸，而且每天都要洒水，所以我妈妈在凤梨这方面呢，还有我爸爸花了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所以呀，有一个晚上我就梦见我们家的凤梨。每一个格子里面，就像那个万佛洞一样，都有一尊佛。那隔天呢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你的凤梨一定会很甜的，因为我梦见我们的凤梨，每一把，每一幕，这个叫做每一幕，每一把。”都有一尊佛，我妈就说：“啊，你也有梦见啊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这样说？”我妈说：“她梦见佛菩萨用他的柳枝啊，观世音菩萨用他的柳枝在为我们的凤梨。”洒水，那我妈妈就说，因为啊，她在帮每一个凤梨施肥的时候，她都会念一声佛号，所以我们的凤梨才会这么的甜。大家都说我们的凤梨怎么那么甜，所以妈妈很开心，她真的是用她的真诚，用她的愿力，真心的希望能够种出非常甜美而且很脱俗的凤梨。甜、酸，还酸中还要还会带甜。所以看到这个经文，我就很想要画一个比较特别的。所以我练习了很多章哦。但是这一张还不够表现我想要表现的这个我家凤梨每一幕、每一幕、每一格里面呢，每一把都有一尊佛陀。待会我看看是不是。能够画出这样子的意境。我要用色铅笔，这是用钢笔，还有色铅笔，橘色的部分是色铅笔。是叶子的部分。那这个也要有一节，两节。
番茄侧面都会有一个。这里也有燕麦，这里好，那每一个燕麦啊，也都用经纬来表现。是经纬，常常可以看到凤梨田的凤梨啊，每一个凤梨上面都会用这个，就是这样给它包起来，那都是为了防止，应该说都有一些功用，还有为了让凤梨长得又甜又美，又漂亮，所以还要除草。那杀草剂、除草剂，对于凤梨啊、除虫剂这种都是会，都是化学药剂，都是很不好的哈。所以好吃的凤梨呢，一定就是很耗功的。所谓万法因缘生，万法因缘灭，所有万事万物。即使是一颗凤梨，去观想它的每一个繁节，从一颗种子开始，到送到菜市场，这个过程。都是有很多的方法，还有因缘集合巧缘，所以要长成一颗凤梨，真的很不简单。好，现在用水笔。这个叶子，都在同一边上色。
所以品味生活，感受生活。去观想，去观照，都是一种禅。所以科学是人类智慧的其中所以佛教呢，其实是人类智慧，人类最早的从佛陀时期，人类就既有的这种的禅的思想。所以佛学的教育其实是最早的科学教育。科学验证就是透过实验，透过观察跟记录，观察跟记录有分方法，观察记录所得的发现了事物的真相之后，就能够想到思辨的方法，应变的方法，才了解到无相。好，这样子差不多随笔的部分。是夜脉的部分。好，接着我们用棕色的笔，每一个凤梨的这个格子里都坐着一尊佛，一个莲花座，每一个就是一个莲花座，就是坐着一尊佛。
观察这个，我们观察凤梨，它的外这一层皮就是已经快剥了，呈现黄色，这是比较外围，那里头呢，就还是绿色的。绿你也可以试试看哦。特朗普让笔带着你的思想去实现。好。